大家好，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交朋友的？我这里是广东汕头生产玩具的玩具之都，中国的玩具都是这里生产的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个感应飞行器的一个生产线啊，我们可以大批量的定制啊，要什么款式可以定制。然后的话，你这是个小白菜，什么都不懂也可以啊，我教你方式方法啊，提供平台给你，也可以少量的哦拿货。像我手上的这个就是一个感应四轴无人机啊，感应式七轴无人机，然后啊打开开关就可以玩。这个的话啊带充电线，还有精美的盒装，还有七彩灯光啊，七彩无人机有七彩灯光啊，白天的一个灯光效果没那么好啊，这样轻轻地感应就可以飞啊，在公园广场可以边玩边卖啊，还有夜市都是卖的非常火爆，客户一天能出个几百个，一天下来能赚个几千块钱，一年下来的话买房买车啊，想要去做这个玩具生意的都可以来找我啊。